一群少年人伫餐底无闲，互相交流讨论。因拢是二轮乡家长会会员，这个家长会的成员相当特别，拢是二三十岁少年人。有一群都是年轻人，拢少年啦，当来做事啦。啊，当时就是想讲，啊，就拢做菜人嘛，啊，组织那联谊会啦。啊，拢大家拢从事农业，你知道，拢在种菜啦，拢野菜、挂菜安尼。会员年会大部分拢二十外到三十外、四十外这旁的比较多啦，二三十岁比较多。现在喔，差不多有100个左右了。裡面最年輕的20幾歲？最年輕差不多25歲。甲當會成立大約3年的時間，因為很多少年人回來種腳種田，大家經驗不是很豐富，所以有很多想法。透過這個聯誼會組織，大家互相交流討論，研究如何種出好吃的蔬菜。如果你菜，大家都會互相，組織會大家就是互相研究啦。多一下搞过，多一下慢过，啊，大家互相研究啊。啊，咱去要求咱的品质，要求咱顾咱的菜顾水，啊，品质做好，啊，去甲市场咱才甲人竞争力啦。会员李俊东表示，这个联谊会透过大家分享，可以会当增进着得到大家的经验，伫蔬菜产量也是品质拢有真侪帮助。啊，都外口时机歹啊，等下咧厝甲老伙仔斗做。你感觉家己这个甲同学对恁有较有帮助吗？袂歹啊，帮助哦。恁的产量较悬，还是讲品质较好？产量较悬，品质较好啊！啊，知识大家拢交流吼，起来也算较免烦恼讲会输人啊啥啦。甲同学赞！渐渐有一挂少年人回来种脚，想要做事，透过经验的分享和交流，无得脚真紧，就会当替传统的农业带来新的希望。记者陈雅玲采访报道。